最新情报，布莱泽奥特曼12月一共会更新四集，12月2日第20集重名之夜，编剧飞原废三，导演武居正能。12月9日第21集天空的激战，编剧根源穗三，导演武居正能。12月16日第22集保险英雄，编剧竹木纯一郎，导演中川和博。12月23日第23集来访者99，编剧小柳齐武，导演中川和博。因为12月有5个星期六，杂志上给出了4集的预告啊，不知道12月30日会不会更新，大家先期待一下。